在骑的当中呢，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。你们看到现在是白天，但是它灯却没有关掉，所以表示呢它这个能源的控制出了问题啊。现在是要往蒋经国的那个纪念馆的方向，那路灯都没关，所以待会去跟他们反映一下，浪费能源，这是不对的。